爷爷，你这都弄啥了？爷爷，弄了写这个寨子的。干了多少年了，爷爷？哎，我16就干，我80。爷爷，爷爷身体怎么样？身体感冒都找不着吧？我现在100斤往下挑重了。劳动使人健康。对。爷爷，我那是徐州的，过来找朋友的。找朋友呢，然后我这身上钱掉了，昨天到现在没吃饭嘞。你能拿2块钱，我买个馒头吃吧？你看管吗？哎，真行，爷爷。啊，真行。姓刘啊。2块钱一斤馒头，馒头你吃的，那还不用管。不。开俺的苹果，来我的梨，那还不跟徐州的萝卜皮嘞。山东因为这个肥胡，你看过肥胡传了吗？他就是见了男人他帮他，见了恶人他揍他。山东人都好看，没有不好看的。好，再见。爷爷，来，把你钱2块钱还给你。哎呦，你用吧。你拿着。你刚才说你没吃饭是吧？帮忙了，不得闲吃饭。来，我给你买碗拉面。哎呀，我不吃。哎呦喂，买点点心。我不要。桃酥拿着。你吃饭了吗？我一会儿吃，我不大饿了。爷爷，你坐。我坐这个。啊。我亲自给你抹干了。吃，好吃吧？我还没你啊、哦！我姓赵，我叫小虎，来自徐州。赵乾隆是你什么名？赵乾隆啊，我不认识。你不认识吧？啊。在2000来年，你就不认识他了吗？哦，走，一千。赵匡胤啊，你看着我不识字啊。嗯。咱下方周廷汉、隋唐元明清，这个历史小学生都不用管。赵匡胤是开国的皇帝，赵乾隆是他的父亲。哦。哎。